大家好，今天用生菜做道美食。首先准备两颗生菜，用手把它掰开。生菜可以烫，可以煮，可以生吃。放入清水中清洗干净备用。准备适量的大蒜，切成末。放入盘中，锅中水烧开，加点食用油，加点食用盐，这样焯出来的蔬菜更翠绿。下入生菜，十秒后将生菜捞出，要保持生菜的清脆。放入盘中，起锅烧油。油温四成热，下入一半的蒜蓉，炒至蒜蓉金黄，加点蚝油，加点生抽炒出蚝油的香味。下入另一半的蒜蓉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加点盐，加点胡椒粉，熬出汤汁的香味，最后勾点薄芡使汤汁变浓稠，味道更浓厚。出锅，淋在生菜上，这样一道蚝油生菜就做好了。食材简单，味道不一般，特别好吃，喜欢就在家试试吧。